推进这个垫片往外推，左右边都一样。然后这个凸点朝上，这个是朝上的位置，这边也是一样的。然后我们卡到上去，这个一手拽的这个后垫。这个纸卡片要朝上啊，对了，然后这边，而且这个要卡到位，这里的箭头，这里的箭头，Thank you.